저는중의사홍원숙입니다저는저희중국이름은홍웬수한국에서왔고요1992년동국대학을졸업하고1993년에상하이에와서지금까지살고있습니다那么至今29年了都一直在上海我是为了我家里人的疑难杂症我要治疗所以说我到上海来学习中医2000年的初我们还是第一次看医院里我们打了一针那个为什么呢排队很长很长我们在韩国可能看不到的一个是中医院排队那么长时间排到都大门后面了这是我们第一次看的就傻眼了中国是中西医结合嘛就是上海中医药大学曙光医院用机器也要手术就是肿瘤的结肠癌的切除手术这个是我们韩国人也有韩医界也好他们看得很非常那个惊讶的事情因为是韩医院完全是中西分开的然后他们说很惊讶中国这中西结合的如此的翘大有的病人他根本不知道我是外国人外面上我们中国人跟韩国人看不出然后我的语言算是还可以吧所以说有的人以为我是外地人不是外国人所以看不出来的看了好几趟看了以后疗效好了后面就前台的姑娘说那个医生是韩国的她说洪医生你是真的韩国吗我说是啊我是韩国的然后她说哦我都看不出来了从2003年的非典2009年的禽流感2020年的新冠肺炎我都在上海2003年非典的时候我是研究生很多其他国家的研究生都回家了然后呢我也害怕我给母亲打个电话我妈妈就跟我说电话里就跟我说你是一名医生医生该负责任的你应该要负责任2020年春节的时候之前我是回国探望我的母亲回去以后听到中国的新冠肺炎非常严重我不能在第一线工作所以说我非常担心非常焦急了我筹集那个口罩通过朋友亲戚都要筹集一下然后我捐给那个上海中医药大学跟医院蓝莓自己有稍微可以帮助一下就可以了现在那个国家之间交流比较多嘛因为我在来上海之前我母亲说以后中韩交流也会多那个国际医疗观光以后也要会发生的我觉得上海也是国际城市外国人生活起来很方便上海是开放城市嘛就海纳百川所以说我们就是工作啊生活啊各个制度非常完善上海是我的第二个故乡저는상해를좋아합니다알아호시상하이